哈利王子在克罗埃西亚一跳成名。恢复单身的哈利王子最近利用直升机训练营假期，低调的到克罗埃西亚度假。不过即使小心翼翼，他到夜店时行踪还是被当地狗仔踢爆。哈利不愿被拍照，但他倒邀请狗仔跟他尬酒。不过狗仔最终还是被哈利的随护架走。目击者说，哈利舞姿烂到爆，完全无法吸引任何女性，直到他的身份被披露。烂醉的哈利跳进夜店泳池，结束当晚的行程。而这段影片现已在网络上疯狂被转载。想成为我们的动画人物吗？相关资讯请上脸书 Get Animated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。